当初是我的，把我抓到啊！吼，你小偷变态，你要在这是想做什么？喂，老子是来考的，别随便污蔑人哦！谁变态？你这样偷偷摸摸的模样，这是心中有鬼吧？你这心中有鬼，我只是回来休息。你是回来休息禁忌的物件吧？正好，我们都好要找禁忌，多个同行吧。我是回来收拾自己的物件，小姐，那救兵团消失了，我唔知伊人在哪里啊！骗鬼！伊提明明拢是禁忌的物件，一是你这是小偷，要投靠族人心中。等我拄到禁忌，一定向伊告状。莫有别讲啊，这是小姐生前送我的。哦，真的吗？真可疑呢！我才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小姐伊有着冤魂，你嘛拄袂着小姐。哦，禁忌真正独自冤游，你真正不知现在在哪里？早都讲了。哦，也以为终于找到伊的行踪了。算了，你离开吧，我人真好，你为咱小小的思路。我真正心里唔知影禁忌在何处吗？